This is clear PET film coated with aluminum oxide, 12 microns, transverse direction.不论你以后做到多么大，都不要叫小崔。做人的问题。我再牛逼，我也不可能叫小崔，我要叫杜哥，不叫小崔。我再牛逼，我现在推动运动，我还是推动运动，我也不可能叫小崔。嗯。但是，你年龄比我大呀。崔月平永远是崔月平，叫小崔。不会是小崔。错了，原来是哪一天崔雪萍嫁个对象，然后成了食品公司的大老板娘，崔总，然后崔总你好，不大可能脾气的质量也高下不一样。你说了我就认真吗？你怎么不说我怎么认真？到过程的加工里面产生的晶点，什么流什么线，有些黑所谓的叫黑线，人家说的就是都不够透彻的地方，晶点黑线都会影响到它这个。下面包括杜宇，为什么说它是杜宇的厨？为什么？真也不知道超过多少，真也不知道超过多少。它这个针眼儿，有些时候不是说它杜宇产生的。它在 PET 薄膜的时候，它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晶点的时候，融化的时候，不论碳呀、还是什么东西，它在这地方就表面就形成一个一个洞方。你这个 PET 跟 PET 没有任何区别，是因为你现在真这么想啊？你跟我们有区别，是因为你都分等级 ，PET 就是雷打不动，它就那样。对啊，很多人就这么想 ，PET 普通包装，好印刷，好加工，不容易出问题，就雷打不动 ，PET 就 PET。
那个。